赖点也就山寨点，干啥呀？给他妈钢琴都弄成这样了，现在呀，有遥控器呀。太大，知道不？我给你弄缩小化，这吹起来方便。开始吧，我先来啊！同学们有棒棒糖的给我刷点啊，谢谢啊。那我给大家表演一个，兄弟说让我喊个三四五，我听你们的，要来啥都来啥，没事儿。我才艺多，没有不会，只要你点了，没有不会的。什么提笔画西游啊，一人有罪啊，成吉思汗啊，都是我写的麦。听见三四五，兄弟们说三四五。喂。那既然三十五的话，那我就喊一首麦吧。这么的吧，我也别一个人喊，我这么的，我让我老弟跟我一块喊，好不好？反正大家都不知道我老弟是谁啊，没关系啊，咱慢慢认识，就是咱家亲戚多，不墨迹了啊。一首三十五唱歌送给你们。